萨瓦迪卡，林冲。咪住，你都系讲翻中文啊？点解啊？戆鬼大师，你识中文嘅？我系华侨嚟嘅。大师，听讲你星上命理、测谎，甚至煮嘢食都识噶，系咪啊？诶，又唔好咁讲。从先生你嘅面上睇落，你应该系呢度有啲问题系嘛？犀利啊！你咁都知嘅？泰国呢边成30几度，你仲着住件羽绒，唔难估啊！大师，我个脑真系好多问题噶，系咁嘅，我个人生真系好霉好坎坷，到依家都一事无成，前20几岁就身边一个朋友都冇，人又冇物又冇，你就有嘅希望啦，你唔可以帮我改命啊？又或者养鬼仔都得噶？我去曼谷啦，最近就引入咗一种高科技嘅养鬼仔方法，实体鬼仔。萨瓦迪卡，实体鬼仔？喂，鬼仔唔系小朋友嚟嘅咩？有所不知啦，鬼仔越大，法力越大，呢种咧系鬼仔入边最坚抽啊，叫鬼佬。你带翻去啦，佢帮你改变你的命运。好，嚟，就系咁样，我就将呢只鬼仔带咗翻屋企，希望佢可以帮我扭转厄运。但系日子一日一日咁过，我发现开厕所啊！唔好走开啊！我个袋咧，佢攞咗啊！你做咩唔追啊？你又叫我唔好走开嘅，靓女，够啦你！我带咗你翻嚟2年，呢2年嚟你食我嘅住我嘅我都算啦。你帮我做过啲乜嘢啊？我到依家都系冇朋友、冇女、冇工啊！我嘅人生冇好过不单止，仲越嚟越衰啊！呢一切都因为你啊！你走。你不走嘛？我走。主人，对不住，多谢你呢2年嚟的照顾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真好感动。我很想帮你做翻啲嘢，但是我好似越帮越忙。教到你的人生仲衰过之前，我听你讲，我就翻泰国。由于你长期都拖我零用钱，我冇咁多钱买机票，于是我申请咗一张 Visa 银联卡，今次迎新仲属曼谷来回机票，咁我就可以翻去属于我嘅地方。再见。耶！咁我神终于走咗啦。原来默默地，我发觉我的命运一早已经被改写。前往泰国曼谷的乘客，请准备登机。靓女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专登过嚟找我噶？系。点都好，我哋都一起生活过2年。你走都赚翻条尾数先啦！呢2年嘅电费、灯油火蜡、零食费、精神创伤，再买 A V 嘅钱。六卡唔得？唔得。